诺可西，Star 的位置，哇，被瞬移往前，玄招灌下去，XB 拿到人头，天空巨龙守住了，哇，连魔阵往前掉，你的位置有点差，这个时间点往前挖倒了下来，这个时间点连把你也倒了。 没有跳到，反而是 ADC 直接被留住倒了下来，但是被许峰风之术弹到了，所以往前位置很凶，XB能够收掉吗？并没有办法把你倒了下来 ，AD 跟 Neo 对阵，最后是由 Neo 拿到胜利，往前再把布洛伊还能再收XB吗？结束了，差一点点的血量，还好的是有 AOP 出这一个荣耀护卫，往前再出一个 AD 无瞬移往前，我看了什么？ Star 这边直接被收走了，AD很凶，开启了世界攻，很惨，最后一下，但是还好的是，你有这波技能真的相当的漂亮，倒了三个人，全部倒了 ACE， 但是明天更差，快，成功拆掉了，对，宇宙已经就倒了。 扭最后一下能够活下来吗？是可以的，但是宇宙好像就没有这么幸运了，躲了一个波动拳，再用二技能减伤，要走掉，没办法，没被碰到。哇，他的腰好细哦，队友来了，瞬移往前，但是不能再打了。哇，这个扭太精湛了，这个太帅，扭波动拳又扭这个飞雷的钩，哇！ 时间点，主要坦克古墓地不在，把你横坦雷魔阵往前一压，踏开战场，剩一个镐在后方 ，ADC 状态很差，那这个镐要打多久呢？再一个白刀斩，伤害是够的，哇，往前掉，飞到 ADC，ADC 要倒了下来吗？哇，被这个束缚束到了，而且Neo现在的魔量很不健康，Neo的电盘之刃要站起来，往前 ADC 被收掉了，过时间50秒，XB 也倒了，没人可以限制得了Neo了。 这边你有只要往前去推兵线，让队友把人留住就有机会了。对，而且这个一打一，三边都在一打一，三边都在一打一，而且雷波跳下来拔刀，哇，没办法，但他的血量，他的血量，他要卡兵线，没办法制裁，死掉了，小兵进来，恭喜GZ代表队3-3战成平手。